我刷视频，我看王者荣耀抽水晶3倍概率。我今天我就测试一下，当3倍概率碰到一个抽啥都倒霉、都黑、都保底的我，会发生什么？兄弟们，我试试啊！什么叫3倍概率？刚才我分析了一下，抽这个水晶361是保底，除以3倍，那就相当于120幸运值左右就能出一个荣耀水晶。我现在144幸运值，那我不是点一下就爆了？兄弟们，看着啊，紫球啊，看着啊，出紫球。219幸运值，王者荣耀你要这样的话我报警了。3倍概率，240多出一颗水晶，还有谁？我这命太好了，这不多来几颗，兄弟们，走走走。你别搞我呀，你别搞我呀，我最后要一，哎呀，我太难受了，兄弟们，158搞的水晶，9、15，这不纯纯进货吗？我刚才给手里拌饭也抽了3个水晶，他这个号就比我号欧，他77出一个，49出一个，39出一个，他抽了仨水晶，好像一个68都没花了，兄弟们，哎呀，这家子水晶自由了，兄弟们。